妇女新娘。请坐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有反对有不同意啦，请提出来啦，这是你们的最后机会啦，有反对的最后机会啦。那没有反对没有不同意啦，那就开始啦。 Ray， 你愿意娶惠妮回你合法妻子吗？我愿意。Queenie， 你愿意叫 Ray 回你合法丈夫吗？我愿意。那你们都听到了，他两个在我面前呢，都同意一起生活，直到永远。那 Ray， 你跟他一起生活，你心里面有什么话了？有什么承诺？你将会怎么对他呢？你望着他跟他说了啊，我会一辈子爱你，敬你，体谅你，照顾你，直到最后一刻。我也会一辈子爱你，不管有任何困难，我一定跟你拼度过。好了，那你们已经交稳你们的承诺，就不用跟我念了，因为确实是圆的，缘是不断没有尽头，他们的婚姻也是没有尽头的，直到永远。这枚戒指呢，就代表我们永远永远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的，生活在一起。钻石呢，就代表我们的爱坚贞无悔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啊，多好啊！好了，奎尼跟他说了这个戒指什么意思了，代表你的心。这个戒指代表我们以后将永远永远的生活在一起，将一直的爱到对方，直到老。这个钻戒就好像我们的爱情一样，坚贞不悔。怎么样？说好了，有什么跟我约跨年呢？心里话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他们交问他们意愿，他们愿意一起生活，直到永远。好了，那请路过接着来了，签名呢？慢慢签，望着他们签。我今天代表加拿大安德鲁萨韩有神的名字，我担任他们警分，从现在开始了，江小姐了，马上成为关太太了。那关先生称关太太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太乖了，我的关太太太快了，可以。啊，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一个是关先生关太太的结婚记录。啊，结婚人签了，两个爸爸签好了，我都签好了。我们一起恭喜关先生关太太了。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恭喜了，完成了。啊。谢谢，恭喜了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先讲起来，我们妇女新娘，新娘。